家好，我是方明总君。这个特效有点夸张，那我给它关掉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刚刚去带了个法国的方明总君，因为这样可以遮住我的肚子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万圣节快到了。然后安娜的橱窗呢，这次就发起了一个挑战，这个挑战就是大家可以试着一口气唱完安娜的橱窗的一个过渡。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在左下角参与话题，然后加入我一起来挑战一下。完成度比较高的朋友呢，可以获得奖励啊！这个口播，我的天哪！好，那么我先来试一下清唱的，好的，那我现在就来挑战一下。传说黑夜是点魔法，能听见人偶说话。他们祈祷谁的愿望，颤抖着残肢躯甲，筋骨冰冷，无形的牢靠被吞噬。对，就只有这么多了。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试一下哦，看看能不能比我更能坚持呢。抖音